OK， 好，我们该来这个大家最喜欢的抽卡环节了。抽之前呢，先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今天呢要抽的呢是这一次《剑与远征》启程的新角色，叫做塔西。那这一个角色呢，听说在《剑与远征一》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，它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。然后如果呢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活动里面你去抽它的话呢，你还会因为它的品阶提升能够获得信赖度，获得它的这一个英雄头饰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尽可能就是要把它抽到巅峰加，我们是肯定是要把它抽满的。稍微来细评一下这一只角色塔西，它有几个点是很强势的，也有几个点很弱。就目前来看的话， PVE 包含迷梦或者是世界王呢，他都没有这么的强，因为他的最强的点是全场的一个控场，并且每秒造成这一个伤害。所以在打这种单支 BOSS 啊，不管是工会还是迷梦啊，还是世界王，他都没那么厉害。他强势的点在第一个就是 PVP， 如果是你能够出战三队的这种巅峰精英场的话呢，绝对有他的位置。但他不一定是首发的这一个队伍，所以他 PVP 不是到最强的那一个等级。另外一个强势的点呢，在 PVE 的推图挂机关卡里面有他的位置。但这一个点很特别，他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，他才能够在 PVE 的推图里面成为最顶尖的人权卡。首先他必须要巅峰加，再来呢他必须要加15，基本上算一定要小氪到中氪才能够办到，而且他还要有罗万巅峰加，而且罗万也要加15。这两件事情都掉了以后呢，他还要一个耀光来配合他，就他要一个三耀光的一个阵容加他自己，然后这些人还要再帮他前面撑10秒，然后呢你还要有赛季的旧日回响。像我这个伺服器没有开旧日回响，所以不行，他要赛季的旧日回响，要耀光的回响20等。那他的状态呢最后就会办到是一个只要前场撑了10秒以后，不管是谁他都能秒，他会无限睡眠，然后导致敌人连动都不能动。只要在这一个赛季里面他没有开免控的敌人，那敌人就是连动都不能动。但这个人权建立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，就是他要有赛季的回响，而且还是中氪以上限定的人权卡。所以他定位来说呢，他其实并不是这么的符合给无氪或小氪的人来去做抽取的一个角色。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来抽这一只这个蝴蝶，这样子的话赛季一开以后呢，我就是推了走漏塔西。我们这边剩下35次招募，我们就来个120抽，来蝴蝶120抽走起。我们这个不是，我们这个比较后面的伺服器就是要看你们前面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赶快做准备好不好。哎呦，第二次抽一只啦宝贝。塔西一只，30抽，40，50，啊保底了，是不是保底了？60是保底。像我们60抽两只，也蛮可爱，真的蛮可爱。70抽，哎呀，80来吧，第三只，来，哎呀，90抽，完蛋，100抽又保底，哇，又是保底，干，又爆，完啦，110。这里双蛋黄120抽双蛋黄 ，OK， 120抽三只，哎、欸，我好像都是保底出哎、欸，我好像都是保底出还怎么样的，完了啦，很怪啦，10抽，看，好像40抽才一只哎、欸。50抽，好啊，80抽两只，90抽，这边10抽两只吧，怎么说？这里10抽两只双蛋，炸了啊！100抽四只哦，100抽两只啊。干110抽也还是两只啦，
该120抽三只，这不就是全部都是保底吗？我钻石要花光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哦，终于连出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啦，接下来那要先看哪一个？看，我们先抽心愿好不好？因为史诗招募跟全英雄招募，但我用 steep 直接抽过去好了。来啦，神斧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神斧。现在神斧呢，在这边。史诗家，然后呢，我背包还藏了一个之前序号给的，那没有问题，我们来吧，神斧走喽，放开。我感觉星元召唤就是我家耶，哇靠嘞，钻石回来啦。OK， 两颗黄瓜子。第三十抽，保底之抽，噔！这个好像不买不是人，只能说这个如果不买的话，愧对我这个 VIP 等级。来 ，Go！再来十抽，拜托提早出三步。不太对，不太对，不太对。我看三千石头，三千石头的几率0.5%呢。看，那你倒是给我神魔啊！看，这个是保底的，保底四十抽。有保底一只，我重开游戏受不了了。来，距离下次必定招募剩下38次，我怎么可能花到38次？我肯定是第一次就，第二次就，哦哟，来了没？来了没？差两只，再抽两只吧。72抽，72抽两只可以吧？如果72抽抽完没有两只，你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他会上面写距离下一次必中差一。我刚好有看，你看，他现在写13次，然后我52抽，也就是如果我们都保底保中保的话，他会写剩一。真的假的啦？不要这样子嘛！三次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可能吧？40抽一次，有这样的吗？有这样的吗？有这样的吗？还是这里双蛋黄，这里双蛋黄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吧？有可能吧？这里第一只出啊，九只不出的吗？完蛋了啊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要是没出的话，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没有抽数，但距离必得还差一次，干炸了啊！天哪，我的妈呀，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啊？好硬哦，奇怪，其他人怎么都巅峰加的？我奇怪，其他人怎么巅峰加的？妹妹讲，今天吃了什么？吃了卡哇伊。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接下来不睡了，明天再努力。啊，那 boss 啊，那你 boss 现代？哎 ，boss 天才。嗨嗨 ，nice nice 天才。哇。